当您在家中收看电视时，如果出现无讯号或讯号不良，并显示错误代码1200的画面时，请依以下步骤操作。请先确认家中其他电视是否有相同情况。若家中所有电视都有相同情况，请与客服中心联系。如果家中其他机上盒都能正常收视，请先确认出现障碍情形的机上盒 cable 缆线是不是已经接妥，并将缆线朝顺时针方向锁紧。确认 cable 缆线锁紧后，请拔掉机上盒电源线5秒，再将电源线重新连接机上盒，并确认电视能不能正常收看。如果障碍仍未排除，请与客服中心联系。